是我自己走了，不要这样对你说。一起去浪漫，是我 see you tomorrow，欢迎收看《音响世界》，我是黄慧玲。歌手黄玠要开《风味绝佳》演唱会，这次要跟来自日本京都的演奏团体 Naboa 合作。另外一位声音非常超龄而且疗愈的歌手黄玠伟要推出他的全新 EP， 今天很高兴邀请两位来分享。黄玠你好，嘿，大家好。玠伟你好，慧玲好，大家好。两位其实还蛮巧的，我相信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，两位名字这么相似，对，有亲戚关系吗？没有，这纯粹是巧合。但是这个的确是我们一开始会认识的重要原因。嗯，因为见这个字其实很少见、啊。对，很少见。然后是我的学长那时候在办表演嘛，然后就跟我说，哎、欸，有一个跟你名字好很像的女生，嗯，要不要看看，很像，超像的。5年前哦，然后我就去看，哎、欸，真的，这是真名哎、欸，还是你很崇拜我的艺名吗？这是你的艺名吗？没有，我说我以为是你很崇拜我，所以你的艺名叫黄玠伟，就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，然后就认识。对，可是那时候他才还没快二十岁而已，所以。所以后来我就是觉得哇，这现在的小朋友唱歌唱这么好，对，音乐很棒，对、嗯、那我就、哦、那时候我鼓励他，我说你可以继续做 OK 的，所以其实两位还有其他的相似性吗？除了左撇子，水瓶座，对，大姐是不是你也属羊？对，我是属羊哦，你这样讲的，对，我属羊，他也属羊，对，我们同个生肖的，两个对，差了一点年纪，一点点，哇，这个相似性真的还蛮高的，对啊，因为左撇子看到左撇子会很开心，会，对，同类，对，同类，然后又同生肖，对，同性，同星座，同星座，名字前两个字一样，对，这是命运的安排与巧合，又进了同一家公司。对，这感情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听到那一首歌是黄玠跟 Naboa 合作的。这首歌叫 Giant's Walking， 然后刮胡是拉面版。为什么讲是拉面版？它本来是他们的歌，然后我跟他们合作啊，我在里面有加了笛子，他本来没有笛子，然后没有唱歌，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的这首歌制作人是黄小珍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希望我写一个很无脑可以一直重复的歌词。哎，我没有觉得他很无脑，哎，我觉得好可爱，朗朗上口，就是很生活化这样子。对，那因为我其实我对日本的文化哦，我只有小时候看过《罗生门》。但其他的我就都不熟悉，我听了在很久以前，因为那是我爸翻译的，是，然后后来我就觉得，后来我有阵子很爱吃拉面，所以我就觉得，那我歌词里面写拉面好了。所以刚刚那几句是怎么唱的、啊？我们一起吃拉面，吃完 see you tomorrow， 我每天要对你说，对啊，然后就觉得。很开心，跟他们合作其实就是、就像我刚刚这些歌词一样的生活的。对，好，所以其实是 Naboa 这一张专辑，精选了他们10年以来的很厉害的作品。对。然后这里面黄玠又跟他们合作了另外一首歌，对不对？对，另外一首它叫做《他的生活》。其实我这首歌，是在我2013年的专辑里面有一首《戴安娜》嘛，然后这首是在讲。戴安娜过了几年以后，她变上班族的一些心情然后里面我是有特别提到，就是不要放弃你的正义感，不要觉得奇怪，别让他们把你同化。因为当你到一个团体里面啊，
我觉得人不自觉的会想要融入大家，但是有时候当他那些抵触到你最一开始的价值观的时候，你我觉得要记住，你原本觉得什么事情是对的，不要被改变。就算人家觉得你很奇怪，也是一样。莫忘初衷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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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，一直过规律的生活，有时候会，的确这个比较辛苦一点。有时候会消磨一些你原本的梦想。对。或者是你真的想做的事情，勇气有时候会慢慢不见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或者是你会觉得，哎，这样就好了。我只期待周末的来临。对，我觉得那样不好。对，好，我们先介绍一下脑波瓦是怎样的团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刚前奏听到他的音乐，其实很舒服。他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乐团，就听着就是哦，好轻松哦。然后他们的音乐性很强，而且他，我们不是一直提到他十年的乐团嘛？我这次去京都跟他们录音。哦，刚刚看到的影片就是在京都的录音室。对对对，我就是有意识到，哇，原来十年的团是这样的。很强，然后录音是同步分轨，就是你听到的声音都是他们同时发出来的，不是一个一个重来的，他们是一次解决的。其实这很难，对不对？对，一般的录音有时候是，如果是一个乐团，有时候是分开来，每一个乐器自己录。但是他们是，而且我觉得最难的是录完以后，他们整个团一起听录完的结果，大家居然就不错。你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事哦，因为我们每次是一个鬼，然后可能四个小时在那边录20次、40次，然后都到最后你还是不满意。可是你看他们在做音乐，就是他们是开心的，他们一个团一次做完，然后而且听完是大家满意，还不错，哪边再补一个东西就好了。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他们是在享受。然后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录音就是哦天哪，我要进地狱了。我一定很驚，我一定做不到我想要最好的样子。我觉得那个，这也是莫忘初衷。我看他们，我也是有觉得，哇，他们真的玩音乐就是要乐在当下。对对对对对，很享受那个过程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这次黄玠去京都跟他们录音，也把他们带回来台湾。对，他们就要来台湾北中南巡回，这样子，因为我会跟他们一起，然后因为他们之前只来过台北，所以我就想说。带他们去别的地方看戏，去哪里？去高雄跟台中。其实我很想带他们去台东，但时间不知道应该是不够。硬去啊！硬去，我有在想加场好不好？给他死就硬去这样。尤其是我一直想要唱歌，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我的一辈子的事情。所以在21岁、22岁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，对我来说很可怕，很恐慌，因为就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样。对。黄玠伟这次是出第二张 EP， 对，其实离第一张有一段时间了。对，第一张其实很获得很多的回响，网络上其实大家反应非常非常的好。我先还是先请黄玠介绍一下黄玠伟，好了，考一下他。好的，这个身为歌手兼主持人的，就是这个好。哎，我刚刚说介绍他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觉得黄玠伟是一个，他歌声很好，然后他的创作一直都在进步，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。因为我常常会觉得说创作就是人的本质，他。很难去进步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听玠伟，他是作品是一个接一个，而且都会让我有一种天然怎么还可以再进步一点。虽然我觉得我这样这么近看他讲话是非常奇怪，是因为平常不会这样嘛。然后像我听他这次的新专辑叫做新的单曲叫《亲爱的听见了吗》，对，然后里面的那首主打歌算主打歌吧，我心中的主打歌啦，就叫什么？就叫《亲爱的》，对，就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对对对。然后我第一次听到，我说哇，我就赶快打给我们老板，因为我就问他说，哎，这个是他找谁做的？就我老板跟我说，都他自己编的。然后就天哪，可妹妹长大了，而且比我厉害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。然后我说，你看他居然还可以再做更好的东西。我就会想起5年前跟他说你可以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天啊，我眼光是不错，超棒的。对啊。黄玠伟害羞了，也不用害羞了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很棒。不止我觉得我有看网络上很多人也对他新的专辑评价蛮高的。其实从2012年开始出的那一张第一张 EP 到现在，有一段时间了。对，为什么隔这么久？
因为中间有 一段时间我声带有生病，它萎缩，它发生的原因有太多可能性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为什么，所以造成这样子。对，但是那中间我休息了大概一年多，快两年。尤其是我一直想要唱歌，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我的一辈子的事情。所以在21岁、22岁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，对我来说很可怕，很恐慌，因为就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样。对，就好像你的生命就在这里，就到此为止这样。对。后来怎么慢慢让自己朝向光明前进呢？我们就可以再看到第二张 EP， 真的太幸福了。这要谢谢娃娃。魏如萱，因为他之前也有经历过声带的问题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有找他帮助的，然后他给了我很多信心，然后他也带给我一些信仰。他就那时候就跟我说，上帝是最好的医生，所以就是不用怕，他就说他会好，我一定也会好。对，所以你现在痊愈了。对，他因为他那句话让我愿意更正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。对，这个其实是生理上跟心理上都要逐步去克服这件事的。对，好，太好了，所以我们请你帮我们介绍这张新的 EP。 好，这张 EP 有收录3首歌。对，第一首就是《亲爱的你听见了吗》。对，然后这首是关于人际之间的一些问题。因为现在大家都太常使用社群，或者是通讯软体，去联络彼此，因为那个东西它没有温度，你看不到对方的表情，听不到对方的声音，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很容易造成一些误解。对，原来如此。我以为是一首情歌，对不起。对，这首歌就是在讲这个事情的这个现象啊。所以不是，我其实也刚开始也以为是一首情歌，男生唱给 女生听，或是女生唱给男生。我一直在跟你讲话，你听见了。但我觉得歌写出来，其实你知道怎么做作者已死这个事，因为我常会收到讯息，对，然后会跟我说你的歌很感动他什么，我想啊，我不在说这件事哎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懂。对。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嘛，每一首歌会让很多人有不一样起心里的感应，我觉得不一样的想象跟回馈都是很好，蛮幸福的。对，真的。我曾经听过一个舞者，因为大家都会说现代舞真的看不懂，然后这个舞者他就后来跳完舞之后问大家，你们觉得我刚刚在跳什么？他说他最开心的是现场如果有100个人都给他100种不一样的回馈，他就觉得我好棒，真的，大家一起成就这个作品。对。上的时候都会教我唱一些民谣啊、童谣啊、日本的一些歌谣，或者是讲故事给我听。你觉得他的第一张 EP 如何？我觉得很民谣。对，我会想象说啊，黄玠伟是一个民谣歌手，他喜欢民谣的东西，所以我就会一直鼓励他，你要一个人弹唱什么的。但他常会跟我说，他其实不只想要做这些，他想要做的是有一点电的东西，这样子。电的东西，就是可能就像他的新专辑里面是有一些电子或是合成器的声音啊，然后。我觉得我太不了解他了，才会一直说你要做民谣，做民谣，做民谣。因为我觉得做民谣很爽，因为我自己就做民谣，我就觉得很开心啊。对。然后我听到他新专辑以后，我才知道啊，原来玠伟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的，而且你做得很好的。好棒哦！是吧？是这样吧？因为我真的是这样想的。对。因为说这个圈子你民谣歌手最容易养活自己。
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对我来说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去表演，我是一个人在唱歌，然后我的show费不用分给我的团员啊、对，而且这个圈子的确这样子是比较能维持生活的，对对对。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前几年可能我一直说啊，你要练习一个人弹唱这件事，其实是很开心的，他没有那么这么的紧要练习，嗯。然后但是我听了新专辑，我才知道他要想干嘛，所以我现在看他表演，我也会觉得很好看，嗯，就不一样的都很好看。我也喜欢他一个人弹唱，但我也喜欢他新的样子啊、好好好，那我们今天有机会听他一个人弹唱，我们请介伟帮我们演出好不好？好，嗯，这首歌叫《思念你》，他是写给我的阿宙的。好，对，都没有说再见，默默地走了，留下一个。他一个人弹唱很好听哎、欸，对啊，也好听，对不对？介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？好，思念你、嗯，对，思念你，嗯，这首歌是，有些人是从这首歌开始认识我的，嗯，因为这首歌在2011年梦想音乐节的时候，我自己独立制作了一张 demo EP， 嗯，对，就是带着麦这样子。嗯，这首歌的内容在说什么呢？这首歌的内容是在说，我很想念我的阿宙，嗯，因为我跟他感情很好，阿宙是我爷爷的母亲，嗯，对，然后我从小就是跟他一起睡，啊，对，然后他晚上的时候都会教我唱一些民谣啊、童谣啊、日本的一些歌谣，或者是讲故事给我听，啊。阿宙会唱什么童谣给你？像是《摸摸塔肉嗓》，就是桃太郎，对，还有什么《龟兔赛跑》那种日本的童谣，嗯，然后民谣的话就是像侯雅辉那种，哦，你还记得那个桃太郎怎么唱吗？我只记得第一句，就《摸摸塔肉嗓》，摸摸塔肉嗓这样子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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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啊，所以就是他。睡前他就会唱歌给你听，他会教我讲故事这样，所以这首歌要献给阿宙。对，嗯，其实背后的故事好可爱，啊，我也是，欸，我都跟阿妈睡小时候，嗯，可我都听要天听，我那个电台会一直放，这可能然后跟我后来很爱讲话有一点原因，我觉得说书，因为我睡觉一直听人家讲话，一直讲一直讲，还有卖药，我也觉得很酷。
是不是？那是一种艺术哎。对，它是。是一种艺术。对对对。可以把卖药讲这么台湾的一个。对，我觉得超棒。我想请黄介帮我们介绍一下，你这次跟 Nabawa 合作的演唱会叫做《风味绝佳》。对，可不可以用短短的话来帮我们推荐一下？而且《风味绝佳》到底吃起来是什么味道？吃起来什么味道？听 Nabawa 他们自己介绍是说。很像大阪烧里面加了一颗水蜜桃这样，他们是大阪烧，对，然后形容我是水蜜桃，我就说有这么黑的水蜜桃吗？啊，没有啦，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等一下他们觉得水蜜桃是很容易吃的食物，其实我觉得我的东西很简单，就是旋律，就是你一听就知道我想要说什么，歌词也是啦，然后我觉得跟他们合作，这就像他们讲的一样，那我觉得这次表演我会推荐大家来看，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跟他们合作的版本，可能就是这一次啦，因为他们来次很花钱，不是每次都能来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会希望大家来看，对，然后会很轻松，就像你听到我们的音乐一样，因为我们的个性就那个样子，是，所以我们的现场表演就是。你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嗨就对了。哎，那你也会一直讲话吗？可以吗？拜托一下。我当然一定话讲话，我是尽量逼自己少讲一点，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你的演唱会的特色就是对黄介要讲话。对，那还是会很多话啦。啊，我会跟一个吉他手，一个木吉他手，对，做一个完整的表演，这是我的部分。是，对对对是。黄介应该也快要出新专辑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明年六月，我最近都在想这个事情，然后以前已经开始在做。所以你的新的专辑也会跟 Nabawa 合作吗？我是有这个打算，他们应该会答应我。好，期待期待。对，好，介伟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这张最新的 EP 吗？亲爱的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张 EP 里面的每一首歌，可能都对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自我的投射。对，所以不管是你有社群的社交障碍，或者是你有想念某个人，或者是你生命中有经历过什么觉得很遗憾但是又很美好的事情，这些全部都会让你有一些内在的投射。好，应该是一张感情很丰富，而且思考很多的一张 EP。 对，而且也很高兴你可以克服声带的问题，然后再重新回来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。谢谢。黄介应该最高兴了吧？对啊，很高兴，虽然我有时候常自身难保顾不到他。有时候是我在跟他说最近心情不好的原因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不知道。就是有时候是他也会安慰我这样，因为我很明显你一看就会知道我今天状况好不好的，对，哪一种。你就是都写在脸上。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是彼此的天涯沦落人。对，没有，你们是互相扶持的好伙伴。是是是是是。非常谢谢，也很期待你们的新作品。谢谢谢谢。谢谢